我说地理，给我归个地。走，告。好，走走。走这啦，加啦，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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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啥物拢无？奶奶不要勾那个啦，奶奶那个那个太重，对，有没有冰块？对。其实他们就跟我们说来逛老街看看，这样子我们就来老街了。这老街果然很老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这其实人家家。也有也也是有可能，对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就是15到20年前的时候录节目的时候，就是来这边啊，但是我一直想不到我们就是之前的黑糖糕在哪里。你说很好，我永远忘不了，就是因为我告诉你，因为我们的摄影师，哎，我们的摄影师都会跟我们讲说，每次到哪个地方。所以跟我们讲说，哦，一定要吃什么？例如到苗栗三义的时候，一定要吃哪一家？嗯、对，很好哎、欸。它是一个对，因为它长得它很特别，它长得像菜头，长成菜头。对，但是它是个摄影师。然后因为它太像了，有一次啊，他在拍的时候，拍特写的时候，有一个小，因为我们都常拍小朋友嘛，有一个小朋友说，你好像菜头哦，但他很不喜欢人家叫他菜头，也不喜欢人家说他像，然后他就不讲话，他已经 get 塞饼啊。然后就你好像菜头，你好像菜头，点点嘛，就很像这样子的店，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来大家看一下，古色古香，黑妞就是卖黑糖糕的啊，对啊，这里好像我看地图，这里还有什么四口井。来，我们带你逛老街啊！又来，牵牵爸爸的手。老街就是怀旧的一条街，对，在你跟我都出生之前，它就已经存在一条街。没看装潢装饰都很古色古香吗？对。然后如果说不是就是。不是要找吃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我来这个干什么，这也没吃的。对。哦。要散蛋。那要哪一颗吃吃看？要散蛋，我不是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合我的口味。你吃过吗？要散就不合我的口味。然后你走前面好了。对啊。对啊。哦，走走，哎，告诉你，我跟你讲个秘密。哎，因为今天跟我在出海的时候跟我讲一件事情。他说我很喜欢接触大自然。我说那我努力赚钱，以后我就常带你去大自然。哎，我说哈。哎，老师是这样子啊。完，我就这样走完了。到中正路了呀。对啊，我们又回到中正路了。对。嗯。啊？对啊。哪安呢？而且人家说澎湖很多干杯酱非常的有名。哪安呢？是不是？去找你的黑糖，然后跟那个，我想要。仙人掌冰，一定要吃的吧？哪一间？啊？你不知道哪一间？哪一间不重要吧？我要吃那个，先去那个香肠摊。香肠，走。对对对，先吃香肠。哎、欸，是仁爱路，刚刚啊，你是看到仁爱路吗？没有，走到那边，我想说我们儿子走，有重新走过一个地方。好，先带他去吃小吃。我等下带你去吃仙人掌，哎，就鬼哦，多谢啊。对，哎，快点快点，这是什么、啊？中正路唯二的 Seven Eleven， 我们要去补货。先去好吧，我先去补货。好，小心哦。不要冲！下坡还要冲。
又到老街里面晃晃晃晃。好像很热闹。我觉得刚刚这司机跟我们讲直直走是不对的，应该是有要转弯的。你又想买什么饰品了？哎、欸，两兄妹，娜娜，吴娜，贝壳巧克力，用真的贝壳做的巧克力，里面参观试吃，你有进去对不对？啊！阿U一听到贝壳巧克力，他就停在那边。你可以，阿U你可以吃贝壳，但你不能吃巧克力，那怎么办？为什么不能吃贝壳？啊，巧克力啊，你可以吃巧克力吗？嗯、对啊。啊，仙人掌冰。不是在那说要那个事情。仙人掌冰。他期待很久的仙人掌冰，就我觉得他已经不会吃啊，他就是酸酸的、啊，酸酸甜甜的、啊。仙人掌不是绿色的吗？为什么做出来的？这厉害了哈！哎、欸，我刚刚走过这一条，啊，对不对？这条走过，有吗？是老街，我们就是我们的年纪觉得不好逛吗？嗯，这走过了。对，这走过了。回去刚。那从那边走一下。我们来逛天后宫好了，黑妞应该是黑妞黑糖糕对不对？到处都看不到黑妞哎、欸，哦妞，哎呦，你是不是想吃冰？嗯。啊？真的吗？庙那里，庙里面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看哪一家好吃买给你好不好？嗯，这边大家就是看看古迹。对啊，好啦，那可能是水果冰棒吧。妈妈真的是很佛心耶。水果冰棒、嗯。你当然是要吃仙人掌冰啊。仙人掌还有冰淇淋。对啊。有冰棒也有冰淇淋哦，可以看看。新的。还有浓浓度比较高的，它吃起来酸酸。微酸，它跟大师的口感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彩虹，它里面有覆盆莲、芒果、橘子、芝达、樱桃。你要吃这个吗？这个要。好，一个彩虹卡。彩虹，谢谢。谢谢。我在付钱。赶快吃啊，先吃。哎，先后面坐着，后面有位置可以坐。我们先付钱。对，准备做好、哦。那要怎么打开？可以开吗？对。那还有开啦，哈哈。这个彩虹饼干吗？这个，这是我的彩虹饼干，哈哈。来，一二三。爸爸帮我拿下。垃圾而已。不要这样子分享。啊。可以啊，你要就怎样？酸，它覆盆子，覆盆子啊，嗯，还叫覆盆子、啊？这两个都不知道。柳橙绿色是什么？想不出来。
妹妹在等你。他只想吃素蚊子，看他不要吃。咦、嗯？妹妹在等你。我先吃掉一口。